马上快过年了，狗子们的年夜饭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去把年夜饭拿进来。拿过来点。红色礼盒超级有仪式感。这个红包袋里面装的是一个虎头的一个小挂坠。这个是一副狗狗的对联。财源滚滚随汪到，喜气洋洋伴汪来，旺旺大吉。贴在这个床头上。这个是一袋三种颜色的蔬菜鸡肉饺子，这个是蛋黄鸡肉饺子，四个。这一袋是汤圆，团团圆圆。这个是一袋狗狗的糖果，其实它不含糖的。这个饺子其实是比较干比较硬的，浇点骨汤上去。快来一份属于狗狗仪式感的年夜饭吧。先给妹妹吃好不好？给妹妹吃好不好？我当你答应了哈。再给杰瑞吃好不好？给了他一个大的跑了。杰瑞真的是一点都不抢哎，他也不着急，性格就是很柔的那种，就这一点上面啊，性格还是很柔的，就把图图给急了，就把图图给着急了。你的话最多了，妹妹的话就没那么多。你拿一根走好不好？走吧。接着很乖的，接着上前，接着过来，接着吃。